徐志贤发球出界，这是他们队第二次发球失分。我们都是这样的。哎呀！哎呀！没事。我们的决胜局是采用六分的赛制，哪一方先获得六分，哪一方取胜。One two three， 蓝队战！哥怎么打？怎么站位？两个前头，一中间。对，这边。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他们好像很有经验呀。我觉得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争夺冠军的。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涉及到我们后面的舞台，我们是很认真的。就我们今天不是抱着去玩的心态的，我们五个是非常认真的。排球，我们的战略就是，我们就直接把球打到对面，就是要赢。我们的冠亚军比赛开始，我来，我试试，争取来一个。吴建豪队派出张小龙发球，看着点啊，看着点啊。哎，输了，输了，输了！哎呀，张小龙发球出界，完了，周小队直接得分。哇，紫队1-0。我来了，好，鼓励这样的行为，可以，没事，我没事。现在由沙宝亮发球。由于不能连续两次接球，所以徐志贤只能避开。同时，迪马西也没有接到球，周小队再次获得一分。场上比分2-0。我想说，发球发得好就能得分。I can do one more time. Yes, if I touch, I know. It's okay. 加油！依然是由沙宝亮发球。好球！小心过去！一传手，徐志贤、吴建豪主攻手接球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杨和苏完成一传，我的传球给满江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啊！吴建豪进攻球不过网，周小欧队拿下第三分。场上比分，紫队暂时领先。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就是沙宝发球发的真的是超级厉害，每次都很稳，就能把球顺顺利利的发到对方的禁区里边，就对我来讲不难。因为对物体的这种控制啊，与生俱来，从小练的童子功。沙瓦亮继续发球，迪马西接球，发球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好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六六，漂亮，好，不去，不去，不去，来，来，出了，过了，过了，好。周小欧接球出界，吴建豪工作室得分。哎哎哎哎哎，气势的，耶耶！场上比分3-1。我应该往那边拿好啊，我不能发了。来来，这边。现在吴建豪队获得发球权，由徐志贤发球。发！哎呀，错了错了错了。徐志贤发球出界，这是他们队第二次发球失分。我们都是这样的。哎呀！哎呀！没事。我们俩一伙儿的。不是你老往我们这边发干什么？气势